主料：猪骨500克，苹果2个，雪梨1个，银耳半朵，玉米1根，胡萝卜1根。辅料：盐、蜜枣2个，生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到2小时。一、准备好材料：雪梨好大个，放心啊，削个的可以爆2个，忘记放玉米拍照了，哈哈。二、材料切小块备用，银耳要先泡10来分钟。三、猪骨、生姜、蜜枣、跟水一起放锅里，大火烧滚。四、等猪肉汤底烧开之后，加入剩下的材料，大火烧开，转小火煲30到40分钟左右，不用煲太久，太久了变成老火汤，会上火，不适合秋天喝。五、加少量盐，调调味就可以品尝了。猪骨头有肥肉，我就没有加油，另外不加盐也可以的，而且很甜的。烹饪技巧：超级简单的懒人滋润汤，没什么技巧的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